三皈是依靠，皈是回头，依就是依靠。从哪里回头？我们皈依佛，佛是觉悟的意思。我们从迷惑颠倒回头。依自心觉，我们自心本来具足智慧德相，觉就是智慧，所以佛弟子不是迷信的，他依佛陀的自心觉，佛陀自心觉跟我们自己自心觉是一不是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自己要能相信，要能肯定，这才是佛的入门弟子。第二皈依法，法是经典。经典是佛陀灭度之后，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依靠。佛所说的话都记录在这里面，展开经卷就像听佛陀教诲一样，佛怎么样教我们怎么去学习，一定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这是真正的皈依法了。第三皈依身，身代表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看到出家人要恭敬，他自己有没有会修行与我不相干，他的形象让我们一看这是僧宝，僧宝就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，我要学他，我要远离一切染污，做一个身心清净的佛弟子，这就对了。所以三宝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没有他我们就忘掉了，有他是常常看见，常常提醒，特别是佛弟子要做早晚功课，供养三宝，我们在佛堂有佛像，有菩萨像，有经典，菩萨是僧宝，菩萨僧，所以就三宝具足，你看到了有没有想到，我要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，马上就提醒自己，晚课一天早晚两次提醒自己，这个叫真正修三皈依，三皈依不是在佛前面念了一遍之后拿到皈依证就没事了，不是的，那完全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，每一天早晚，甚至于我们现在讲经，因为真正懂得三皈的不多，大乘教里面讲经之前呢先念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念这个。强地玛法师告诉我，我们念三皈依，用三皈依来代替开经记，这个建议好，我很赞成，所以我就采纳了。最近一段时间你看我讲经前面都念三皈依，皈依佛两祖尊，皈依法利欲尊，皈依僧众中尊，我念这个，这个有好处，念念不离佛陀最高指导原则，我们要记在心上，这是真正的三宝。